很准，没有大碍。这个球打得扎实，越了直接传出去。好，机会还好，被人家站吃好。啊，对。这样，如果是有这样朱德传的这样的状况的话，都会比较关心主审的一个状况。张志豪没有受影响，没有受影响。分打。解压。哦，直接跑了。跑三垒，跑三垒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张志豪这个跑垒的观念相当正确啊！哇，但是我觉得真的要给许继宏大力的鼓掌。在点了两次良好球，球是落后的情况之下，他还能打还打。哇，这个熟悉的季红回来了哦，真的，真的了不起，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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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两次你看到的表现，特别是他在回来之后，当然就马上摆到中心打线，他自己也想说继续待在这边跟队友一起，兄弟们一起，打得够扎实。这次挥棒的动作是完全是靠着他的一个手腕，把球击出去。这个球出手了，哎，左右手稍微露了一下，哎，这球传过来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哇，最后是选择传本垒啊！哇，这个时候这个选择变成一个 all safe 的局面。同一是很伤啊，一个出局数都没有抓到。我觉得就是一垒手林权这边球落一下啊，张志豪的速度也快，我真的判断，还有判断相当准。所以大象要出动，哇，在这个半局现在是个大好机会。那记录上面呢，要给一次失误。哎，把他笑，笑了笑了笑了，别逃败。哇。周思齐这个球比较可惜啊，打得相当强劲。对，因为其实也是很扎实哦。哎呀，没接好。哦，没有接好，稍微歪了一下。然后他瞄的时候，他觉得有机会可以来尝试看看，但是来不及，但是来不及。小胖，点。哦，点的。弗莱西拼速度。点的很好呢。我差那么远，拼什么速度啊？我操！哦。不给打，同样的状况也出现，对，在中心兄弟这边。这个球打得扎实，走得很浅，就被接到过去，而且再要跑回来没有问题。是，张冠宇基本功打得够扎实。前面一次的打击其实就比较可惜了，因为是两出局哦，没有高飞机的空间。但这一次是一人出局满垒，他上来打，还样把握住了机会。对，中间方向的高飞机的，我觉得打得不错之外，包括在三垒跑者送成了第一个时间的一个判断啊，也相当正确啊。球一打高，先回到垒包再说了。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我们的 Podcast 哦，兄弟你来说。